Mr. Lonely, can't you believe it? 生活就是电视遥控器或报纸的标题。Mr. Lonely, you're so lucky. 穿上笔挺的衬衣，在楼群中游移。你最喜欢在淘宝买东西，午餐选择 KFC。你在计划着明年去拉萨或是大理。你习惯了地铁的拥挤，城市污浊的空气。你已学会对什么都已不在意。Mr. Lonely, can't you believe it? 生活就是电视遥控器或报纸的标题。Mr. Lonely, you're so lucky. 穿上笔挺的衬衣，在楼群中游移。